看一下，还行，挺好的。我感觉也是没什么大毛病，是吧？就有时候速度好像稍微对，有时候山路你可能开到二十五左右的，那就比较时间比较长了。嗯，所以就是速度节奏有时候可能还不太好，坡位还基本可以。嗯，啊，你是老司机嘛，还好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是吧？是吧？没事，好，再继续看。我歇会儿，歇一会儿可以，歇一会儿。嗯。紧张。